你的恐怕 PG 无法原谅我。好，就直接开始了，废话不多说。对，纯属虚构，然后被诅咒，被诅咒，被诅咒。对，其实我国，也不是说我国文能力不好，其实我国文没有说不差，可是有些字我真的不会念啊。你也知道中国人就是以前人都这样，就是有字就是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嘛，不都这样吗？好，智，好啦，智穗对不对？马上自曝其短，好安，有带手电筒啊，果然真的太好了，游戏快打开。他们什么时候才发现玄关旁边的窗户坏掉啊？这样下去根本就任凭小偷来了吧？那有问题吗？啊？因为要是警卫叔叔过来了怎么办？放心啦，之前偷钱进来的学长也说过，完全没问题啦。是说都到了还想回去？抱歉了。那我们快去拿回吧，你是放在教室的置物柜里吧？然后马上回家吧。调查门旁边的名牌，可以知道教室名称。下方虽然隐藏了，还是能调查。OK，好，可以回家吗？好吧。可以上厕所。咦，可是这不好玩，因为看到厕所里面。进不去南侧，从那边下去绕好大一圈，绕好大一圈路吧，而且也很暗。我们走近路啊，的确是呢。好吧，快走。他是说调查门牌是，最近似乎高年级学生经常去一年级校舍，若没有什么要事，基本上一律禁止出入其他学年的校舍，敬请各位同学理解。遵守规定，养成规律，愉快地度过学校生活，请大家铭记在心。OK，所以这是保健室、职员室，这个呢，仓库不能进去，电脑教室、指导室。OK，尤其这边右转直走就是我们 B 班吧？对，但是，总觉得夜晚的学校果真是阴暗又恐怖啊！右转是这里吧？C 班要找 B 班，B 班，他们的右边，OK。2A、2B，有了，锁住了，门当然不会开着没锁吧？也是哈，那边的下面怎么说来着？是叫小窗还是叫小门？那个地方前阵子族中曾经破坏过，所以可以打开吧？对啊，对啊。祖宗之前也打破窗户，简直像泼猴似的。他那个人啊，我们就从那边进去吧。哪里啊？果然是开着的，学校还真粗心呢。我们赶紧拿东西回去吧。就是刷，可怕死了。多亏了月光，有点明亮了。蟑螂到处爬。哎呀，真的哎。毕竟我们学校很脏呢。对了，你的座位在哪？最里面那一列哦。最里面，这个吗？哎，这不是哦，这应该是有人死掉了。有心，这个是安藤同学的座位吧？毕竟是最近才刚发生的事。那时候学校引起很大的骚动了，
没事的，什么也没有。我的座位在这前面，这个。那么，在哪里呢？你抽屉里脏死了，有什么关系嘛？你烦嘞，讨厌。不过全部塞满了讲义，还真糟糕啊！你这家伙真的是……看，哦，手机吗？五子传来的吗？所以讲义找到了吗？有了，在这里。如果明天之前没有完成，然后交出去的话，会被骂成臭头的。那你今天就熬夜赶吧，加油！唉，我们快点回去吧。哦，这个，从家里溜出来了吗？已经出来了哟，现在在哪？然后通话了，妈妈。今天会晚点到家吗？五点回去 ，OK。五子，考试GG了，我了，健太，下一班要跟香田他们去卡拉 OK 吧？北岛他们也会来哦，可以要聚醉吗？不行，记录，好哦，好，自己的话，妈妈、爸爸，片仓聚醉，学校佐佐木优子。找到的东西没有，好了，就出去吧。啊，赶快回去了。虽然我觉得他们不会这么容易让我走。有戏可以等一下吗？怎么了？我想上个厕所。哎，真假？其实很早之前就一直忍着，有点撑不住了。要去上吗？我可以去吗 ？OK。啊，所以要去厕所。那么我就进去上咯。诶，我呢？你不是不想上吗？在外面等我，马上就好了。嗯，你要快点哦，我会怕。我知道。他就一个人在那边等。好慢哦。自己超吓人的，希望他赶紧出来。谁？还是乱码？什么电话？谁打来的？好啦，接啦。啊 ，Daskide， 我要救谁？我要怎么救你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说起来，智穗还没回来，要不要去看看呢？哎，我应该先记录。智穗不在吗？为什么灯没开？先记个录吧。没有。咦 ，Hello， 智穗，你怎么了？不在吗？您阁下。人还是不在，怎么办？要不要打手机看看？不行，没听到智穗的手机铃声，是不是在我没注意到的时候出去了呢？快点出来！我要上厕所。好啦，算了。开门啊！你不在。好吧，出去了。智穗去哪里了？会不会在一楼的玄关前呢？可以进去吗？没有什么要调查的。
好吧，赶快到一楼去了。G 岁，你在吗？我很怕，所以要丢下你先回去哦。没关系吗？吓我一跳，原来是 tag。二 F，你还乱码哎？二 F 是楼上吗？还是楼下？那边是 A B C D 吗？那应该是下面。哪里呀、啊？哎呀，这里，开喽！就是刚才传给我的，是什么意思？第三排的第第，反正是这边这个吧。里面有东西。等到电脑教室的钥匙，电脑教室在一楼吧？几楼？刚刚上面那个是脸吗？他手机被鬼拿走了，是不是？我可以再打电话给他吗？不行，好吧。电脑教室是这个吧？打开了，记录。然后嘞，这是垃圾桶。咦，有开的。什么？女孩压低了声音，这好暗了。Hello，Hello，别嘴女都比你正。然后嘞，没了。57431，是这样啊？这是密码吗？温 室的57431，是这个吗？密码搜索着57431。解除了置物箱的锁，然后我先记录。哎呀，得到了字条，先记录。memo，他在职员室，好哦，职员室吗？他哪个他？哪个他？职员室在哪？这里吧。开了，先几个路。我在哦，打电话给我。为什么要打给你？你不可以自己出来吗？记录。我觉得有点不妙哎，可以先出去吗？